我刚猜的，我刚感觉的，把你牌找出来。好，怎么选？我现在跟一般魔术师一样，我直接往下拨，到你喜欢的地方随便你喊停。停。这里。好。好，直接把这张记起来。嗯。好了，我盖起来。好，现在你看到我这只手指头，我说黑桃的时候，你就想着黑桃。嗯。然后我说爱情，你就想着爱情，好吧？嗯。黑桃。嗯。爱情。嗯。方块。嗯。棉花。我感觉到应该是黑色的。黑桃。嗯。棉花。那牌是黑桃，没有错吧？嗯、黑桃的。嗯。可是那接下来要猜点数，因为四分之一其实有点好猜的，对不对？那猜点数我需要就是说需要一点就是接触来感觉一下你的牌是什么。这样好了，我把牌这样拿着，你用你这只手，我捏着这副牌，想着你牌的点数 ，OK？ 嗯。然后把你的另外一只手指头这里跟我手指抵着，我要去想着牌。然后等一下呢，他们会感觉到你的反应，他们也可以猜你的牌是什么。一，你就想着黑桃一，好不好？好。二，你就想黑桃二。嗯，三、四、六，黑桃六，黑桃六。